温水清清，北京时间2月27日，雷霆112比121不敌掘金，遭遇两连胜，球队在困境中落后18分处，骑兵曾引领球队已经完成18分逆转，可一人两次致命失误下，雷霆中功亏一篑。困境一，罕见的失误。本季雷霆场均是 3.8 失误，可从首节是全队就彰显注意力不集中缺陷。首节5失误，次节4失误，第三节又5失误，尤其末节生死一刻又3次失误，17次失误成败因。乔治25+8+7+6命中压哨三分困境二，乔治罕见低迷。首节乔治5中2，可三分3中0，次节乔治4中1，三分3中0。整个上半场仅6分后，第三节再战，乔治也不过7中2而已。命中率持续不高之处唯一令人欣慰之处，所命中的两球是8中0后连续命中两粒三分，其中包括一粒还有 0.3 秒处乔治抢断小托马斯后于半场抛出的压哨三分。雷霆最渴望的乔治终于有复苏之势。困境三，赛季以来为少有长时间低迷，那时除乔治外施罗德成为第三得分点，可本场比赛施罗德却被乔治感染，11投8铁3分3投全失进6分的三节表现，亦是球队曾输18分之源。格兰特单节12分成骑兵，面对弱伤米竟如何改观？威少三节战罢16分11篮板9助攻的合格输出外，格兰特成骑兵。这一节他先助乔治命中第一粒三分，而后开始强杀油漆区，接亚当斯妙传中扣约老师。2+1后他与施罗德挡拆还2+1，掘金刚命中三分他强势回应，个人单节6中5独取12分，是雷霆能够将18分落差抹平至仍有希望逆转的13分之本，比赛就此进入末节决战。82-95仍落后13分处，诺埃尔强势回应小托马斯打开雷霆反复封印，加罚球没进，乔治进攻篮板直接三分，手转攻施罗德助诺埃尔中扣，而后诺埃尔又内传外助马基夫三分，乔治抢断后再反击得手，施罗德三分终于开张，威少三分再中，雷霆18-2反扑流，将比分定格在100-97，完成反超。米尔萨普连续的老板和内杀8-1，反扑流在反超后，最后四分钟威少葬送了比赛。威少24+14+9。却有气失误，威少造犯规，乔治造犯规，威少强突得手，乔治再强突造约老师犯规，罚球于小分钟，勉强维系着追赶之势。可威少左边线接球失误，右弧顶运球失误，加之球队本就低廉的命中率，进攻再度哑火后，约老师的一次次罚球杀死比赛悬念。至此定格本场比赛，雷霆有机会完成18分逆转，却功亏一篑。乔治24投17铁，施罗德17投12铁，手感冰冷，全队17次失误中没少一人7次，故即便他有22分14篮板9助攻输出，赛场效率值却是-16，3点全是雷霆，为何在一度逆转情况下却功亏一篑？